我来看这题哦，他说有15个点，其中 P1、P2、P3、P4 这四个点共线，这样行不行？那 P5、P6、P7、P8、P9 在过 P1 的直线上，可见 P1、P5、P6、P7、P8、P9 这六个点也共线，对不对？代表说这边有四个点共线，这边有六个点也会怎样？也会共线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这边有六个点也会怎样？共线，这样行不行？老师想请一下，问你这些点可以连成几条直线，几个三角形？来，第一小题直线怎么算？全部几个点？15个点。我挑两个点就一条线，挑两个点就一条线，所以15点原本是可以挑成这么多条直线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抱歉，这四个点共线。这四个点可以彼此交错吗？不行，扣掉西的四取二，扣掉归扣掉，好歹这四个点可以连这一条，对不对？你要加一，这也是一样，这六个点共线，这六个点可以自己连吗？不行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六个点没办法自己交错，对吧？扣掉西的六取二，扣掉归扣掉。麻烦你还要加上什么？自己这一条，再把钱加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算出来总共可以连成几条直线？86条，这样行不行？第二小题几个三角形，这样行不行？告诉我15个点可以连成几个三角形？西的15取3是这么多个三角形，可不可以？但是这四个点共线，这四个点共线可以连成三角形吗？不行。所以扣掉西的四取三，这时候需要加一吗？不需要，因为这四个点怎么样都不会三角形。再扣掉这六个点共线，这六个点可以连成三角形吗？不行，再扣掉西的六取三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它算出来，答案是几？431，这样就好了。OK，把这边看一下。